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一流的师资，实用的课程，全新的培训方式，最佳的学习平台，精心传授管理经验，全面提升管理技能。时代光华管理课程，真诚创造成功。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我们大家都常听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态度决定一切。为什么态度这样重要呢？因为当我们认真地跟别人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语气、我们的肢体语言都在给别人一个评价。别人可以评价我们是谦和的，像我们刚才看的照片，也可以评价我们是沉闷的，没有表情，还可以评价我们是什么呢？冷漠的，不易置评，还可以给我们一个评价，说我们是热情的。那这些大部分都源于我们的声音、情绪和表达。那么如何使我们的这种表达变得不被别人误解？如何让别人在对我们的理解上给予一个我们内心所期望的热情、正直、有权威、有料而有道呢？这个就需要从态度上入手来检查我们如何从内心里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当我们和别人沟通的时候，要接触大量的信息，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经验，是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发脾气？你在什么现场最容易发脾气？我想问一下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最容易发脾气？什么时候？哎，被人误解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你感到你可以发脾气没有顾忌呢？觉得自己没有犯错误，所以就可以没有顾忌的发脾气。到底是年轻人美女是可以没错就发脾气，但一般在沙场上久经历练的人，即使感到自己没错误，即使感到自己很对，也不会发脾气，对吗？因为你觉得，大家想想，在家里发脾气会伤害夫妻的情感，会让孩子感到恐惧，所以一般人是不发脾气的。在单位会影响自己在领导面前的形象，会影响员工对自己的判断，轻易也是不发脾气的。那么现代社会压力又这么大，人们接受各种信息的途径又多，那他的压力往哪儿转换去了呢？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发现我做过商业人，80%的人会把他的情绪发泄到什么里去啊？发泄到购买场合。只要他刷卡或买单，那个最受气的一定是那个什么呀？售货员、服务员和收银员。有这个感觉吗？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难看的，恩难看，受不了，他还没感觉，他还经常要修理那些服务员。搞得我们一给服务员做培训，那些老师都告诉服务员一句话，我们拿的工资天生就是满足客户发脾气的。不要忘了，我们客户是我们的上帝。那请问大家，为什么我们会把脾气找一个口宣泄出去呢？因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没有在沟通上完整的呈现自我，于是它带来的压力让我们用另外的途径宣泄。但是一回到现实，你会立刻又陷入矛盾和困扰当中。这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人你跟他交流，但是很多交流又怎么样，不一定起作用。到最终能决定你树立权威形象的交流，有的时候不存在，有的时候失之交臂。
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我们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年终总结会给他的所有工程做一个市场营销学的课程。那做这个课程本来想请香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国内的公司就跟董事长说一定要请朱教授吧，国内我们做国内市场，他熟悉国内市场，干嘛要请香港的呢？他又不懂国内市场。董事长说那约我跟那个朱教授见一面，我就去见他，他从香港过来，因为我们在深圳就非常方便了。我那天就见他，问了他三个问题。我说董事长，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给这些人上市场营销学的课程？他说哎呀，我这个企业虽然有几个亿，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但是大部分我的国企老总都不是市场化的观念，他觉得有钱发就可以非常舒服的待着，我都急得要死了，他们就不动，叫上边乱动底下不动。那你说你不教育他怎么办？那第二点，你希望这个课程能带来什么？因为我关注你有什么问题，你要我怎么解决？他说我希望能看到所有人的表现，让我观察一下这些人。我说那是不是你通过这观察准备动手啊？他说当然要杀一两个，虽然他们都是我亲选的，但是不杀不足以警戒。哦，那第三点呢？第三点我希望所有人能够了解公司的战略目标。 OK， 那我就回去准备了。那上课的时候在沟通当中发现什么问题？这是我们俩的对话，我非常认真的听到了，然后我在做课程的时候给我的学员说，各位，今天董事会监事会的好多重量级的领导都来参加我们的年终总结会，我也很高兴在这个总结会上跟大家分享这个课程。下面我想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怎样理解公司的市场战略？然后居然站出两个国内的老总说，问董事长。我就看了一眼说，我说如果战略是董事长和董事会定下来的，他早已成竹在胸，我希望谈谈各位的理解。没人谈，最后全是香港公司来谈，争相上去发言，挨个侃侃而谈，我们国内的老板就差没躺在椅子上了，非常傲慢的用我说的那种最典型的坐姿躺在那儿不发言，他不知道他的老大还在那儿呢，但没那感觉。然后我心里就很郁闷呢，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年终战略会议上，如果我们每个分公司的老总能把自己对于市场对于经营的独家之言表现出来，会让我们所有人学到东西，也会让我们的董事会得到对下属公司的第一印象，所以大家还是踊跃的表态。哎，再三提示依然不表态，那最终死几个是肯定的了。结果我下课了，人董事长对我的表现很好，说朱老师你真厉害，一天时期达到了我的所有目的。我说您最喜欢的人才是什么？我发现我们香港的技术人才比较好，说香港那几个公司的技术人才素质非常高。这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刻的时候，你也不会说话，那你不会说的时候到行动的时候就更少了，没人发言了，他都知道，你也意识他，他也知道很重要，他也知道一年也见不到个董事长，真见到了他是不会说，他是放弃的。所以永远不要觉得我们有才有料，随时机会都给我们准备着，未必。这是这个例子。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学习共享成长，时代光华。那么第二点，怎样让我们在现场沟通的时候表现出你用心而且还有心，同时你的还有力？你不能有心无力，有心无力谓之热情，有力无心谓之什么呀？技术。如果有心和有力就是才能，对吗？你要兼具吗？那我们说叫善学者必善问，如果一个能够善于发问的人，他才能够学到东西。如果一个领导善问，他会了解更多。一个下属善问，他会学到更多。如果一个采访一个记者善问，如果你身份你是变成记者了，你会让别人开口，你能让别人说出他的故事，他比你更美丽，
这是我们说一定要善问。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在中国看，我是很少看电视的人，我估计在中国像我这样的，除非没电视，不看电视的人很少。我们家没电视，我老公一离开家，那个电视坏了，我立刻扔出去，家里不出现电视，我是不看的。我看新闻就是看网上，我用一天一个时间看新闻，其余，因为我发现我们国家最大的时间杀手，第一个叫什么呀？电视，第二个叫麻将，当然第三个叫喝酒吃饭，把你的时间都浪费掉了。那我在机场看电视，记住两个片段，第一个就是那个采访那个横渡琼州海峡那个张健那个记者，特郁闷，拿着话筒就冲上去了。请问张健先生，作为第一个横渡琼州海峡的中国运动员，你此刻的心情是不是又激动又忐忑？然后只听那个张健披着大浴巾说，嗯，结束了，采访结束了。这多么郁闷，当时我就特别生气，那个记者不能会问，如果你问出说，请您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谈谈横渡琼州海峡成功的感想，那人家张健是中国最庸俗的运动员，都会说谢谢党，谢谢教练，谢谢我爸我妈，对吗？如果人家没有那么庸俗，人家得说，我得让全中国的女人向我老婆看齐，看她找了一个叫横渡琼州海峡的冠军，那也很幽默呀。你怎么得让你的观众看节目点喜欢他呀？但是记者不会问，那还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如果领导不会问，那就更糟。所以你看电影，将军都会问，小鬼哪里人呢？湖北。哦，那就能当将军，以后能当我的将军啊！小鬼乐得前仰后合。那我们领导做的是什么呢？在问的基础上，领导你沟通从新开始的第一个指标会问，第二个你的影响是渐进的，在每一个场所你要发言，你要善问，你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不是指望出大事吧，快出大事吧，出大事我就一举成名，小事你都不做，大事出来别人就只能给你一个评语叫有病，因为平常你没这样，突然你就表现起来了，别人不认为你有病才怪。所以影响是渐进产生，通过细节产生，当然你的形体会形成你的个人风格。大家知道那个叫什么来着，阿拉法特，他是军人，他的最重要的风格是什么？永远带着一个格头巾，对吗？哎，那个谁，那个英国原来的那个战时的首相叫丘吉尔，他的最著名的那个标志是什么？哎，一个烟斗。那个巴顿最著名的是一个什么？皮带和雪茄。斯大林是什么？那个什么胡子。每个人他都有独特的风格呀，所以一个领导者不要怕出人头地，你的风格越强烈，别人记住你的可能性越大越大。那么表达是互动的，当你和任何人对话的时候，只有你说那不叫对话，那叫一言堂，只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对方的声音越多，你达到的目的越容易，要听到对方的声音，当然最后要有行动，没有行动不可以见到影响力的结果，影响力的最终目的是别人问照你的话去做。商海沉浮，经验就是财富，现身说法，传授成功之道，最优秀的企业家，最实用的实战经验，最成功的管理案例。尽在时代光华优秀企业家课堂。那么如何在沟通当中战胜自我，让自己达到沟通的目的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技巧，第一个叫控制你的情绪，第二个叫控制你的身体。如果以目标为中心，我们永远思考，我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问这句话。我想从他人身上得到什么？我想从我和他的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每天你把这三个问题带在心上，我们就会发现你做事情不太容易情绪冲动，也不太容易忘乎所以，因为目的即是结果。我给大家举一个我女儿的例子。
有他总是住校，住校在不同城市之间。我下海在海南，他就在海南的贵族学校。等我到深圳，他就在深圳的学校。有一天他突然回来了，住校也很少见到我，见到我突然初中的时候，两脚蹬床啊，蹬得很厉害，说妈，我再也不上学了。我说这是为什么？反正我不上学了。他那学校很乱，他来变动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就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懵了，我就想他不上学了，那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你不能硬逼他上学。我就不吱声了，完他就拿眼睛看着我，小孩都特别聪明。看着你的反应，我说那你想怎么办？我想转学。可以，你有钱吗？你转学的钱我有，因为那个学校一年要交28000。我说我有，那好吧，我转学。那也不能啊，你想咋往哪儿转呢？接着我又问他，我说一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转学到那个学校，你依然不喜欢那个学校的学生，那个学校的老师也依然不好，那你还怎么办？想了半天，不吱声了。我说你能保证凡是不喜欢的你都要逃避，你都要离开吗？他也不吱声。我说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当培训师这点有好处，还是有很多故事的。我说的有一个印度有一个德兰修女，听说过吗？听说过。我说他有一次要到纽约去讲座，结果他带着他的英国的秘书，那个大学生当秘书，他们在德黑兰的机场飞机，印度的班机总是不守时，飞不了了。然后他就那个秘书就四处找机场切磋，说那边纽约的讲座马上要开始了，萌萌还没有登机。结果他回来看见德兰修女在那儿拿一本书看呢。他说萌萌，你为什么你不着急呢？我们马上就要晚了呀。他说孩子，飞机不是你和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享受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可以看一会儿书。然后那个英国的那个他那个秘书就写了这篇文章，所以我看到了我就记住了，讲给我女儿听。当你不能决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坦然对待，焦虑是没有用的。我女儿听完了，到学背起书包就干嘛去了？上学去了。这是我跟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很有印象的事情。你究竟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那他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跟我说，妈妈，我想杀了我们老师。这回更把我吓死了。那你为什么？我想脱下鞋来砸他。我说老师怎么了？老师不好。我说这个我是不能听的，一诺，你要告诉我他哪里不好，否则我就认为这个是无稽之谈。他说妈妈，我告诉你，他穿一个很低的衣服，披散着头发，我们班男生不敢抬头，我已经拍了照片回去给你看。他知道我看事实啊。第二点，他讲一个问题，他讲一篇课文，讲了3天还没有讲完第一自然段，把我们所有学生都害苦了，我们都不听他的，所以我要疯了。你在听吗？我说我在听。后来我说一诺，我承认你们老师可能素质不太高，要从你说的事实上看，水平很差。我也承认你很有修养，因为他写作很好，给花季语句当编辑。我说我也承认你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一个你认为水平非常不好的人对你的影响比你对他的影响要大？因为我看到你们老师没找我，你找我了，你们老师没着急，你要砸他了，你都不能上课了。妈，我明白了，把电话挂了，再也没跟我谈过他们老师。但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大部分人在遇到情绪的时候怎么样？要是我是以前，我没有这么学习，我就会说，那我找你们老师去，我就得到他们老师那儿发言。以我这脾气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立刻就找校长去了。但现在我觉得那有什么意义呢？学校会因为一个孩子投诉就把老师炒了吗？不太可能。那你只能让你的孩子怎么样适应环境。所以当我们任何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问自己，我是想结束这段关系，我想让他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还是想拿下这个项目，还是想让所有人对我有一个公正的看法？这样你就被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这是控制情绪和身体。那么一定要通过内容表现吸引力，言之有物。人通过问能够得到这些，但是如果你不说，你是无法确立权威的。所以我们说言之有物是我们对所有管理者的要求。物
误是什么呢？请问言之有物是什么呢？如果我想让我的说话有内容，那这个内容也得形容一下。什么叫内容呢？什么叫内容？事实。一个领导者一定关注的是什么呀？言之有物就是言必谈事实，而不是谈感觉、事实和数据。言必有物，离开事实和数据的谈论都是无稽之谈，没有人相信。那么还要言之有理，理是什么呢？逻辑。说话要讲究什么呀？逻辑性，不能没头没脑就发难。言之有理，还要言之有情。太粗暴的表达早就给别人一个什么呀？非常错误的印象。那么我们说要言之有情。当我们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对话的时候，你如果失去数据和事实，别人就会是大话、空话和假话。比如说我们今年的经营很好，希望我们明年的经营更上一层楼，这就叫废话。为什么呀？没看出哪儿好来。如果我说我们公司今年的经营是人均销售额达到50万，人均创立额达到15万，所以我认为经营还是不错的。别人听了就认为怎么样？不是不错。如果你说形势大好，一片大好，那就叫八股文。所以我们说叫言之有物，跟你的事实和数据挂钩，这个对经理人和管理者非常重要。那么准确的表达你的主张是言之有理，理是逻辑呀，我为什么要讲这番话？我对谁讲这番话？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目的，人是不会说话的。那我的目的越清楚，我的内容的逻辑就越清楚。最后第三点呢，我们能够言之有情。言之有情是能够鼓舞和号召他人行动。没有情感的推动，别人是不买账的。因为人第一是分析的动物，第二是感情的动物。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如果一个领导不能把别人纳为知己，那别人将无法忠于你。所以我们说懂得情感的征服也是非常重要的，叫促使他人行动的法则。那么当我们如何促使他人行动呢？如何使一番对话和沟通变得言之有物呢？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公式了。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对话总结出一个公式，你是先用问话开头，问出你所了解的，问出别人所关心的，你可以用问话开头。那么当我们学中文的都知道了，文章布局就讲究凤头，精短的开头，讲话开头越短越好。一旦你用问话开头了，你要说明主旨，说明你要做什么，说明你的目的是什么。当你把目的说得越清楚，与会者怎么样，对你就越佩服，你的权威就越高。所以我们说这个理就表现在凤头。那么当你说完目的以后，叫猪肚那个中间部分要广开言路，要让大家发言。一个会议发言的人越多，那么这个会议将吸纳的信息将越丰富，收纳的信息越丰富，决策越科学。所以会你要主持沟通中间就一定广开言路，以使你的信息量怎么样，信息量达到最大，最后你的结论才越丰富。结尾的时候，一个会议的领导者的结尾，那它是一个豹尾，最怕有一个最长的尾巴，一二三，我再补充三点，我还要补充五点，结果所有人都不听了，因为人们只能听出三点。记住，在逻辑上人们只记住三点，超出三点就不要谈了。所以把你的所有讲话变成三点，豹尾就是精短有力，精短有力的号召，希望，肯定。如果一个领导者不会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让别人怎么样，给希望，
给未来给肯定，那听者是怎么样，是得不到一个最好的鼓励的。这是我们说在这段小节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控制你的情绪和身体，真正的沟通从心开始。不管你吸纳多少信息，你要用心考虑你要什么，你从这段关系和沟通中得到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开始你的沟通。那么沟通的第一步是通过问话来搜集信息，来判断别人的需要。最后中间部分是要广开言路，让别人充分地说出他的想法。你要是总结，你就用数字和事实说话。接着假如在结尾，你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结尾，你要动感情，要煽情。所以一个领导，有激情的领导总是能够换来他人的认同。那么记住这三句话，叫言之有物，使我们关注事实和数据；言之有理，使我们关注过程的逻辑控制和语言内容的逻辑控制；言之有情，是让我们用心体察他人的需要，才能在和别人的沟通当中不会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本讲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没有学习力就没有竞争力，你的心有多高，学习的路就有多长。